报告文会出席委员发言，已出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9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3时32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长佐等出席委员12人，列席委员林俊宪等列席委员37人，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高广奇及所属人员，主席刘召集委员释方。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防部部长高广奇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国防部部长高广奇报告委员林长佐等20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高广奇、政治作战局局长温正国、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总督察室总督察长韩根生、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及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薄鸿辉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防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刘世芳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5案：一、国防部因国军军力精简及单位整并，以致目前全国有许多之闲置营区，为了解国防部目前对闲置营区之管理状况，以促进国有土地之活化，避免资源之浪费，原请国防部于1周内提供本委员会全国各地闲置营区之相关资料清册，含所属机关地点、面积、闲置时间及未来有否规划利用等资讯。提案人吕孙林、蔡世应、陈廷飞、罗志镇、林长佐、刘世芳。决定照案通过。二、针对台北宪兵队爆发违法搜索扣押魏姓民众于网络拍卖3份白色恐怖时期相关机密文件，经查该3份文件，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第11条规定，已逾该条第2项保密期限，且未依同条第5项规定延长，加上核定期限均已超过30年，应开放应用。本案台北宪兵队查扣之3份白色恐怖时期文件档案过程，违反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人权，违背民主法治国正当程序原则，乃台湾民主化之后未落实转型正义最典型之负面教材，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各委员能了解事件源头，要求国防部应立即将该3份历史文件影本送交本委员会各委员。提案人王定宇、罗志镇、蔡世应、陈廷飞、林长佐、刘世芳、吕孙林。决定该3份历史文件存于台北地检署，台北地检署尊重检方决定。三、查忠烈祠之兴建是对有功于国家的烈士褒扬与纪念，台北忠烈祠应有一队驻守，有一队代表国军守护，并向这些战士先烈致意。然近日传出忠烈祠将交民间参与营运之事，虽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第1条，为提升公共服务水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特制定本法。然非所有公共建设皆适宜开放民间参与，祭祀有功于国家之军警烈士，是否可成为盈利标的，即有待商榷。原此，建请国防部于评估忠烈祠促参案时，应考量忠烈祠设置之目的、国军一队驻守之意义、庄严性及先烈遗族之观感，审慎评估其可行性。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马文君。决定照案通过。四、为增加诱因促进募兵成效，国防部这2年积极向行政院争取志愿役士官士兵薪资待遇，有得到行政院部分支持，但也有部分也有部分部队同样是第一线作战，却没有办法得到勤务加给，例如狙击组、搜索排、化学工兵、通资电。由于国防部对战斗部队的定义不清，导致国防部争取加给的目的出现做半套的情形，建请国防部紧速检讨战斗部队加给之发给情形，做到公平性及合理性。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马文君。决定照案通过。五、鉴于2005兵工厂迁移将直接影响未来亚洲新湾区的整体发展规划及高雄产业转型，具有关键性指标意义，为至目前为止，国防部等旗下辖单位对于迁移等后续作业仍
继续延宕中，为提升高雄产业转型及加速亚洲新湾区开发进度，原要求国防部于一周内提出相关规划进度、期程等详细报告，并于一周内与高雄市政府就合作意向、预算拨付等与高雄市进行协商、协调沟通，尽速完成合作意向之签订，以力加速205兵工厂之迁移。提案人刘世芳、蔡诗印、吕孙林、赖瑞龙决定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我们所有委员对于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有没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定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世奎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宣读完毕。我们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立法委员及官员啊。我们在场有罗志正委员、刘世芳招委、林长卓委员、王定宇委员，还有吕孙林委员。好，接下来在今天我们出席的官员的部分，侨委会委员长陈世奎陈委员长，副委员长吕元荣副委员长，主任秘书张良敏，综合国药处处长荣佑儿，侨务处处长庄琼芝，侨务处处长张锦南，侨商处处长林瑞龙，侨生处副处长吕素珍，秘书室主任黄克忠，人事科科长黄小金，政风室主任徐海正，主计室主任陈瑞美，资讯室主任白中光，法规会专门委员徐佑林，华侨通讯社社长陈一方，以及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龚文平，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永峰。以上是我们今天出列席的官员。接下来我们请侨委会陈委员长就侨务委员的业务做业务的报告。召集委员、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新逢大院第九届第一届会期开议，本人应邀列席报告当前侨务工作推动情形，倍感荣幸。个人有准备一份书面的报告，那么今天仅就书面报告做择要的一个说明。中华民国的建造的这个成立跟侨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侨会于民国21年正式纳入行政院的编制，在民国3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保护侨民权益，扶助并保护其经济事业的发展，以及奖励或补助其教育事业列入基本国策的专章。那么在民国88年宪法征修条文列入国家对于侨居国外的国民的政治参与应予保障，因此我们侨会的工作就本着宪法所规定的一些这个指导的原则呢，从服务侨胞的核心使命，分别从侨民联系、侨教推展、侨商的连结、侨生的辅导以及海外文宣等重点的区块来推动落实。本会现在共有300多一点的这个同仁，300多同仁，在海外我们有17个华侨文教服务中心，那派驻在各个管处，总共有36个管处派有我们的同仁，有52位同仁派在海外。那么在我们侨会的预算呢？今年的预算大概有13亿8000多万，那么比起我们民国90年的预算18亿来讲，15年来我们的侨委员会的预算减少了1/4以上。但是我们运用这些预算呢，我们还是把钱花在刀口上。那从今年的预算的分配以及我们的预算增减的情形，在我们的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页，请各位委员参阅。100多年来，我国历经革命建国，以及抗战救国，到后来台湾那个政府拨迁台湾以后，经贸的发展等等工作呢，都有我们侨胞支持的一个痕迹。那么现在呢，到目前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在海外
选手到海外，那侨胞的加油打气，或是我们的团队文化团队到海外，我们侨胞的一个支持，甚至我们里外国人跟度假打工育有及蛋，都是侨胞在海外在当地来支持我们的同胞们。那甚至说我们在台湾发生的事故的时候，不只是莫拉克风灾，或是最近台南的南台湾的地震，那么海外侨胞呢，目前已经捐超过了150万美元的捐款。中华民国例行民主制度，政党轮替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也是这也是我们有别于中国大陆一党专政的可贵之处。海外侨胞对于这个我们的政党轮替已经是第三次政党轮替了，已经多少比较有这个习惯了。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海外侨胞呢，对于只要是他们认同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那或许说政治信念大家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侨务工作是不论党派立场，恪遵行政中立，只要认同中华民国爱台湾，都是本位服务的对象。那今年投票完的当天，我给我们所有的海外同仁也下了一个指令，我只讲两句话，我们说严守岗位，坚守岗位，严守行政中立，我想这是我们侨务工作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指标。那么当前的海外侨务环境的变迁与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重要的现象。那第一个是海外侨社结构它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跟影响。那么我们从台湾出去的侨胞呢，在最近的几年呢，其实是越来越少。那么包括我们留学生也减少，我们海外到海外去经商的也减少。反过头来，有一些移民当年移民美加、澳纽等地区的移民呢，也开始有回流的现象。但是跟对岸比起来的话，对岸从改革开放以后呢，它的移民是大量的向外移居。那现在有一个讲法是说，非正式统计他们在海外从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有将近2000万的那个大陆新移民到了各个侨区。那这会形成一个量变，导致我们侨社质变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是两岸侨务竞争的态势也与日俱增。那么我们在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以服务侨胞为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并不是把这个侨社当作两岸的角力的立场角力的战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侨务的工作呢，从来没有休兵过。因此我对外公开的呼吁说，我们希望是以两岸呢，是以服务的竞争取代零和的斗争。那第三个我们应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现在新一代的侨社的青年呢，他对于侨务认同啊，其实是渐渐有所转变。因为我们第二代移民、第三代啊，他其实已经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不见得会参与传统侨社或是我们一般侨社的一个活动。那如何让他对侨务工作仍然有兴趣，对侨社的一个活动仍然有兴趣，其实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接触。那么刚刚提到是说，我们现在新侨的回流跟国人海外啊，其实现在有非常频繁的移动。那么回流台湾这部分呢，这个数字并没有很详细的数字，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移民，从这个我们的户政司啊，他们在讨论说，最近十年来从海外回国重新在这个登记户籍的这个部分，也是达到将近60-70万人。那也有一些侨胞他是不定期往返侨居国与那个台湾之间。那我们国人到短期户外旅游也日益的频繁。我们旅游人数从1998年的800多万到2003年已经到1100多万，那五年之间成长的45%。那另外呢，从这个1993年我们开始推动了青年度假打工政策，到去年为止，赴海外的青年也到了15万人次。所以，这个目前这种国际间移动的现象，事实上也对传统侨务的工作内涵跟观念产生很大的变化。譬如说，我们青年海外度假打工的热络呢，衍生了急难事故、劳资纠纷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结合海外的侨胞网络呢，就近服务国人侨胞。这类的新互动所衍生的侨务需求，也有赖我们的思考跟应应。那大陆对岸呢，对侨务工作的强势跟务实的作为呢，也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想，对岸的人力跟物力这部分我们就不用去讲它，但是最主要它的最近的一个做法呢，它开始推出所谓的八大会侨的措施，对于这个另外也推出一带一路的经贸磁吸的一个效应，
还有另外也推出侨望院的招商政策，凡此种种，对我们海外的侨社都有一些相当的吸引力。在两岸侨务资源高度不对等的情势下，如何运用我方多年所厚植的海外人脉据点与友好力量，以及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的普世价值的既有优势，同时扩大结合跨部会及民间资源，配合国家现阶段的各项发展政策，创新发挥侨务委员会连接海内外平台的功能，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一个方向。那这段时间我们重要侨务作为的，我想我简单做一个说明。那在强化的侨团联系方面，包括邀请重要的侨领来台参访。那这一段时间总共有由我的侨社负责人总共26团736人来台访问。那第二个是政务首长勤赴访侨社。那我想我们侨委会的工作是在海外，所以我们的这个政务首长到海外去访问，其实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个人接这个位置总接这个工作了。总共到现在是2年8个月，三十二个月的期间呢，我总共出国了44次。那扣除掉在立法院的时间，我平均一个月最少出国1.5次到2次之间。事实上，我们的同仁呢、几乎是长期处在一个时差错乱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侨务工作很辛苦的一点。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要强化对偏远侨区的一个联系服务。那这个偏远侨区包括泰国、缅北。还有我们现在我们的台商比较多的柬埔寨、寮国，甚至包括南美的智利、厄瓜多跟非洲等地区。那我们的另外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呢，也是跟侨界建立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我想我们在17个侨教中心呢，不可能服务到全球的侨胞，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开始在建构一个海外的伙伴关系的据点。那目前我们选定了17个国家、25处的海外的侨团，跟本会签订的 MOU。那目前已经谈好，大概有23个地方。那这些地方呢，以后将是我们的微型的侨教中心，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加盟的点。那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说，侨委会算是一个我们的企业总部，那我们17个侨教中心就是我们的直营店。那这些20几个以后要扩充到50几个，这些都是我们的加盟店。透过这样来服务侨胞，那我们的服务侨胞的网络可以更为绵密。那第五项是协辅侨界同庆，我们的国家的庆典。那这里面的庆典呢，不只是一般的国家庆典，也包括我们民俗，还有我们的文化的一些那个庆典。那这里面包括每年的元旦、双十的国庆、民俗庆典。228的追思纪念、抗战胜利、国务诞辰纪念，以及我们台湾传统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积极支持的一个活动。那这全年所办理的活动超过1700场，参加的我们的侨胞跟国际友人超过了140万人次。那第二项就对于侨教工作方面呢，那个全球有1000多所中文学校跟60几个侨教组织，是推广我们华语文正体字最坚实的后盾。虽然对岸有设立的这个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可是在我们自己的侨教系统里面，也有1000多所我们的中文学校跟60几个侨教组织是推动我们的正体字的。那么为了这个我们强力的支持我们这些学校跟组织呢，我们最近有一些做法，包括开发与编修国别化的华语文教材。那这部分包括开发第二语言的教材，以及编修国别化的特别的教材。另外，我们也推动侨校师资的检定考试，那也具体提升这个侨校申办教材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的教材的申请呢，已经进入这个线上申请的一个阶段。那总而言之，我们是希望从这个教材的开发到师资的培训以及师资的检定，这个一个脉络来，以教材为轴心呢，来做我们海外侨教推动的一个据点，这做一个整个工作。那第四项是宣扬台湾的多元文化，那是包括我们结合资源扩大展演的效益。那么我们曾经跟文化部、跟台北市、跟基隆市都有合作过，用他们的文化团队呢，一起到海外为侨胞这个做表演。另外，我们培育文化行销的尖兵，那推动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训班以及这个青年大使。那么这部分呢，我们在到目前为止培育了
1748人次的青年志工支援侨社的各项活动。那对于在侨商方面呢，我们对于辅助侨民的事业这部分呢，我们希望能够善用连接连接华人及侨台商的资金、技术、人才与网络呢，海外侨台商扮演协助中华民国创造经贸竞争的优势，拓展国际参与的空间，以及宣扬台湾主流价值与软实力的关键角色。其实这两年来，我们办了很多的这个研习班，包括对于新兴市场、穆斯林市场，这个都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工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强化联系并建立安全的网络。那这个部分包括鼓励台商参与商会的组织。那我想从越南五一三的暴动事件之后呢，那我们亚洲地区在去年的会员数呢，较103年就增加287家。我们希望说，那个我们台商组织呢，能够作为我们在海外台商最坚强的一个后盾。那第二个是建立联系的网络。也就是说，建立一个紧急事件应变的标准程序，就是 SOP 跟这个联络网的一个建制。那现在在各个地区，我们大致上都已经建制完成。那第二个是建构海内外商机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希望把海外的一个台商跟我们国内的企业做一个交流的平台。那这里面包括连锁加盟店啊，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一个企业，我们都按照分门别类，按照它的专业性来一个一个在做举办。那对于侨民事业在海外的发展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开办专业的研习活动，举办的巡回讲座，这些是我们对于侨商的一些辅导。那对于延揽我们海外的华裔的优秀人才这个部分，那我想政府在投注这个培育侨生大概有将近这个60多年了。那现在面临国家少子化高龄化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在侨生政策其实有很大的着力的空间，因此我们在去年我们跟行政院报告就推动了一个揽才育才留才用才的行动方案，那也写下了我们自己本身的侨生政策的白皮书。我们希望从国家的人力以及教育的生源，还有我们产业人力方面各方面呢，能够尽一番的心力。那在开拓海外侨生生源部分，我们希望做到能够质量必重，包括鼓励侨生来台升读硕博士班，向下扎根那个高中的侨生教育，而且扩大办理技职侨生的培训等等。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去年的八月奉行政院核定相关的计划。那另外，我们为了支持这些侨生，我们也希望运用这个海外信保基金呢，能够开办学贷。那今年二三月，既然目前呢，我们就有一个团在海外跟这个当地的侨区呢，做办理招生的那个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松绑缅甸侨生来台就学的规定，还有加强宣导评点配额的制度，还有扩增青年志工回国的能量等等。那至于这个我们海外的宣传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能够积极的运用台湾宏观电视，那发行宏观周报以及营运宏观侨务新闻等等，来加强行销我国的软实力。本会成立到今已经84年了，那任务定位跟长期政策发展方向都已经非常清楚。那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呢，个人有一些观察，提供各位委员做一个参考。我觉得我们未来的侨务工作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强化布局，我们汇集我们海外的力量。那在这个强化布局里面，包括我们要深耕服务各地的侨社，强化我们侨务荣誉职人员的角色跟联系的功能，另外也要优化我们侨教中心的一个功能，增设据点，优化它的，把它的功能扩展。那也要更续强化侨民紧急的联络机制。那对于侨教工作方面呢，我们希望持续的提供教材跟师资的服务。我想政检体制的增值呢，台湾是我们目前全球使用政体制最传统，而且最有基础，而且最有这个实力的地方。那外国人或是说外籍国有人要学习，真正要跟中华文化的那个古人接轨的话，还是要学习政体制。所以我想，这对于这个政权体制之争呢，我们台湾是责无旁贷，我们要好好的做好我们这部分的工作。那第二个是扩大优质文化的海外推广能量。那这个我们台湾的优质文化在海外的推广，这也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至于台商跟侨商部分呢，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链接，而且布局全球，这里面包括辅导商会组织的健全发展，不只是它的组织，还包括内规以及它的运作。我想这部分都是我们要辅导他们在做的一个地方。那另外我们要深化侨台商跟侨生的连接的效益。那我们希望的侨商呢，跟我们的侨生以及我们未来的新住民的第二代呢，我们这个部分都能够把它链接起来，创造一个多赢。那我们要扩大海外信保基金的一个绩效，能够真正作为台商的一个支持。在开拓生源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创造友善侨生来台的环境，然后扩大侨生留台发展的机会的一个媒合。那对于宏观这个部分呢，我想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频道，政府的频道，我们也希望说它能够扩大它的功能，做一些转型。最后我想跟各位委员做一个说明，侨胞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如何能够把海外侨胞的力量化侨力为国力的，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点。那目前国内政局变化，政权交接是很多海外乡亲近期很关切的要的一个议题，但是我们认为侨务工作经营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没有停下脚步的空间，唯有团结和谐，不分彼此的政治立场，才能够成为支持国家发展的稳定的力量。那侨委会在相关政策的详细说明以及未来的移转，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我们本会的这个文官的训练都非常扎实，而且我们已经严守中立，叫他们坚守岗位。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政权移转的过分的过程里面，包括档案，包括政策的移交，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本会将持续贯彻宪法的使命，并以务实、热忱及专业，加强与各部会、各地方政府及民间的资源整合。那么也与全球各个侨区的热心人士共同服务，广布全球的侨胞，保障侨民的各项权益。而且结合前开的各项侨务战略的优势，支持协助国家现阶段的外交拓展、文化传扬、国际市场的经营、产业发展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等重要工作，展现全球侨胞支持国家的雄厚力量以及侨务经营无可取代的价值，共同支持国家的永续发展、永续繁荣与发展。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批评指教，谢谢。好，谢谢委员长。接下来我们开始询答，原立本会委员10+2分钟。列席委员8+2分钟，我们10:30截止登记。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位委员的询答，请陈廷飞委员询答。谢谢主席，我们请委员长。陈委员早。委员长早。委员长，我想请教一下，你对于马英九两岸关系66年来最好，你对于这一句话你有什么看法？我想我负责的部分是侨务的部分，两岸关系啊这个部分不是我的部分，这是在两岸侨务。所以我问你你的看法。对，我在两岸的侨务关系，我只能针就两岸的侨务关系这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来做一个答复哈。两岸侨务关系也是两岸关系的一部分呢、啊。对，我只是答复这一部分。我想两岸侨务关系，我刚才在报告里面也特别说了，侨务一直都没有休兵。那么两岸呢，对于侨务工作的在侨社之间的力量的竞逐啊，这部分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态势。所以侨务没有休兵嘛？我们侨务并没有休兵，对不对？对。所以马英九两岸关系66年来最好这一句话，在我们的侨务这一块是不成立的。是不是不成立？我只能说我们的压力是非常的沉重，非常沉重，非常大。所以他这一句话在我们的侨务关系当中是没有成立的，我们是一直在被打压，所以我们侨委会在侨务关系这一块是打脸马英九的，因为是 no 的。我想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在说，希望穿梭两岸，把两岸的一个侨务工作作为更好。所以为什么我在刚刚报告特别提到说，我们希望以这个服务的竞争取代零和的斗争，因为这个侨社啊，你一换国旗，其实就是委员长，你刚刚斗争，你刚刚你的报告已经花了大概20分钟，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对，现在我只是问你，
在你们整个侨务关系当中是非常严峻的，对不对？是的。在你们报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在你们的第四页，你们写的中国大陆人动辄威胁由我侨社或授予重要侨领荣誉职衔，集思打压或拉拢由我侨社侨领进行统战之目的，对不对？这是事实。是事实嘛？是事实。所以马英九两岸关系66年来最好在我们侨务关系里面是不成立的。不，我们然后呢？侨务的竞争一直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的委员长，你在这里面，其实钱不是没有给你们，是对不对？我们看一个资料，在我们侨民及侨团联系服务与接待，就是希望能够加强与侨民的关系。是的。所以我们在105年，也就是今年度，我们在今年度的预算，我们是1亿116万，对不对？我们增加的幅度将近50%，在104年是6822万，105年是1亿116万，对不对？嗯哼。但是呢？你们绩效衡量指标的目标值却是只有3.83%，也就是说你们预估增加将近一半的预算，可是你们只有目标值只有要增加4.6万人次。我想这个目标不是这样算，我们这个科目里面包括侨团服务联系跟接待，接待可能是增加这些人，可是我们服务联系在海外，我刚刚讲的，我们有设立的这个海外伙伴关系的据点，那个钱也是在这个科目里面。是啊，所以这里面全部我们都增加在里面，包括我们加强侨社联系及辅助举办多元活动，有6430万。举办侨社工作研讨会及邀访活动2040万，落实侨务工作增进沟通服务1646万，所以这三项分支计划总共1亿116万，所以这些都在做侨民联系啊，这三项都是侨民联系啊。我念的哪一个不是侨民联系？我刚刚讲说这些，你当然侨民联系你也是做邀请的动作，对，沟通的动作，接待的动作，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在整个我们侨民关系的一个建立当中嘛。是的。所以我今天质疑的是，我们增加了50%，但是我们预期的目标值却只有到达3.83%。那我们一直都在说，包括你们的预算里，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也讲，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受中国的压力？是因为中国的预算比较多。你们每一次在争取预算的时候，大概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每一次我们也都增加。所以在这笔预算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侨民关系，所以也增加了将近50%。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原来目标值这么低呀。我想目标值我们可以再做检讨了，但是这个工作，因为在今年我为什么特别在这个部分编了多一点的预算，因为今年有政党轮替，而有新总统的产生，那我们预期在这个520或是今年的10月10号回国侨胞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来增加，所以我这个一部分把别的部分的预算挪一部分来增加在这个科目里面，我想这个是自我的决定。是啊，是，可是这不是就是侨民关系的建立吗？是，不论是你用在哪一个活动项目，它就是侨民关系的建立啊！你怎么让我们的侨民关系建立得更好，就是要用这一笔预算啊！ 我了解委员您的意思。所以你的目标值要怎么去增加？你增加50%的预算，你的目标值才增加3.83%。我想这个目标值部分呢，我们可以再做检讨了，因为我想这个目标值哈，我们也不敢一次的增加写的太多了，因为但是也落差太多了吧。我想我们这个委员长再来做检讨。今天我们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口上，我了解。是不是说今天50%增加的预算，
可以随便花用，所以目标值才只能增加 3.83%。是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因为可能在预算编列的时候我做了调整了，那目标值部分调整的可能不够，我想这部分我们回去会检讨，我一定会到答应。这不是不够，是离谱。我想我们会是离谱，是离谱，因为50%的预算增加只有目标值设定3.83%，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悬殊太大。那我再请教委员长，委员长，你们现在怎么去增加你们的支持度？你们现在是用什么方式？那你们的支持对象是谁？受邀支持对象是谁？是侨民嘛？侨委会就是侨民嘛，对不对？我想我们现在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一个把侨委会当作一个平台。其实我们支持的工作是侨民的平台，不止就是海内外平台，侨胞跟我们国人的平台，甚至包括我们 NGO 跟海外的一些平台，是侨民跟我们台湾的平台。 对，是不是？是一个平台。但是重点，你们的角色对象对的是侨民，怎么让侨民对于台湾的支持度提升，对不对？这也是的。是不是？是侨委会的重点啊。侨委会必须在各个国家，当你在谈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的侨民的支持度是往上攀升，是，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目标重点嘛？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每一笔预算就是这样去设定的嘛。好，那我再问，你们在38妇女节有举办一个活动，在过去我们侨委会的粉丝专页按赞人数大概都15个、16个，所以你们赶快在38妇女节举办了一个活动。那我要先问，这个活动花了多少钱？我想这个活动只花一些那个奖品吧，其他的都没有另外花钱。奖品多少钱？奖品多少钱？大概1-2万块吧。我觉得我知道我大概1-2万块台币啊。1-2万块，总共1万块。一万块，对。那预期效果呢？我想这个部分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我们给行政院性平会也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海外要推动性别平等，所以我们对于妇女同胞的一些这个宣传跟性别的意识的宣传，我们都要列入我们整个工作。那我在这边我特别跟、所以你们现在是用奖品在吸引，在增加你们的粉丝按赞人数。你刚刚说嘛，你们只是买一些奖品嘛？这个在粉丝团，在粉丝团的经营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想，这个部分我特别要跟当然很多人利用这个方式啊。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粉丝团，我现在只是那个委员长，我只要问你，你的预期目标值，你今天花了10000块，虽然是小钱，可是你今天预期目标值在这个部分，你是达到说我只要我的脸书能够达到10000个按赞，那我就成功了。那我说，那你的目标值是成功的。可是你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做这个活动，我是期待我们很多侨民可以看到台湾的侨委会，那这个部分就不成功。对，不，我想就不成功，因为按赞人数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按赞哦，你并没有去确认说他的身份，是我们台湾人民大家都可以按赞哦。哦，我们是不是？所以我只是说你的预期效果。我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今天不是钱的多少，而是你的目标值你怎么去设定？今天钱花在刀口上，我们的目标值，我们的目标对象是谁？我们要怎么达到我们的预估？这才是重要啊！所以我说，你这个活动10000块，我买了这些奖品。然后呢，我只是希望我的粉丝专页按赞人数往上爬升。不是，我希望他们来了以后看到我们粉丝团内，我们内部的一些另外其他的要宣导消息。那你有再去做目标值的分析吗？对，我们都要发现说这些按赞是来自哪里。我想我们都有做分析，我们内部有做背后的一个分析。委员长，我们是希望你每一笔钱不要忘记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支持对象你要吸引的是侨民来看到我们的侨委会，好的，是让我们的侨委会可以走出去，让大家看到台湾的侨委会能够是让他们有一个平台接受我们，回到我们
的这个国家，这才是重要。是的。那我再问一下，这一次我们的马英九总统要出访九安专案，您有参加吗？有。是不是有安排什么样的一个跟侨民的见面吗？侨务活动吗？有哪几个侨务活动？我们有安排一些侨宴，跟那个跟总统当面谈的一些那个话，就是他们能够讲他们侨界心声的一个机会。那讲侨界心声，那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即将卸任了，讲侨界心声，那我们的马英九总统要怎么去解决？我想我们所有的侨界谈的一些那个问题，或是他们谈的意见，我们全部会列入书面记录。我们列入书面记录，未来做交接，我们也会在做移转，未来交接给新政府，我们会移交。所以你们今天马英九总统就是只是做笔记，负责做笔记。这是我做笔记啊，因为在侨务提出来问题，那你负责做笔记。那请问马英九总统今天去参加这个侨宴，他的角色呢？是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那请问他要去做什么样的角色扮演？我相信总统他会把国内所发生的现实跟侨胞做一个说明了，因为海外侨胞对于我们国内所发生的状况，这需要马英九总统去说明吗？你们平常角色不能说明吗？我今天质疑的是说，他今天去参加侨宴，跟这些侨胞见面，听取，因为你刚刚说一个重点是要去听取他们的声音。那今天即将两个月要卸任的总统，他听了这些声音，他怎么办？他可以做什么处理？他完全没办法处理啊，就只有写了一堆笔记回来，然后请你们在交接的时候交给新政府，这有什么意义？有一些可以，这有什么意义？有一些现在我们在行政上可以处理，当然我们就要处理了。有一些我们现在应该处理，所以你们失职嘛？你要总统去问了，才知道你们现在可以处理什么东西，那你们就失职了啊！我相信你们就失职啊！你们平常你们就有跟我们的侨务去建立这个关系，应该平常就跟他们有所谓畅通的管道啊，怎么会去总统去才会去反映问题，才会让你们去解决呢？所以这个安排就是有问题的嘛。我们所以要小心一点。咨询时间到了哈。好，谢谢委员。好，谢谢。下一位质询的委员，请吕孙林吕委员。主席，有请委员长。委员长备询。六委员好。委员长你好，我刚刚听到你非常认真的报告，所以我相信你在侨委会这个部分你是非常的认真，也是在务实的推动我们侨委会的政策。所以在这边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委员长。是。第一个就是说，委员长你在刚刚的报告里面有提到，提到说我们的侨务工作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是越来越大，那对岸除了不断加强力道和资源，也常常威胁跟我们友好的侨社，所以我想请教委员长，我们在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做一个加强巩固？哦，当然第一个我们是要加强联系啊，我们也要说明说到底他们的这个做法是什么样的。那有很多的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侨胞啊，接受他的邀请去了以后，那投入他们的阵营以后，后来都后悔跟我们讲，他说以往啊，他们还没有投入他们阵营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某某人啊来这边拜托什么东西，就讲了一段。等到了他们之后，到了他们那边之后呢，一个电话，哎，你过来一下，这个是态度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我们侨委会，我们今天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实力的中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的理念跟我们的服务态度，这是对方比不上的。我们所谓的我们理念就是说，我们对于民主人权的一个普世价值，我们对这个坚持，那我们对民主政治这我们的坚持。那么服务态度方面，我对我的同仁有信心，我们的服务态度一定比对方好。所以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呢，我们去跟他们这些侨社再跟他们做竞争，我相信
日久见人心啊，他们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是真正跟他们在交朋友，而且我们做的服务呢绝对不是因为政治目的做服务，我们做的服务是希望说他们来这个跟我们做朋友。好，那委员长，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目前侨生政策的部分，我们在台湾就读的侨生人数有多少人？我们今年的入学人数大概有15000的人，那总人数应该超过50000人吧？是在学侨生的话，50000人，两万是，这不包括海青班呢？在台湾工作的侨生，不包括。现在正式的侨生24000多人，正式的。好，那委员长，您在那个侨生政策白皮书里面的第29页，那个 SWOT 分析当中的威胁的部分，有提到就是说，面对各国揽才竞争，我国人才外流与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表现欠佳。我想请这个部分，我想请委员长做个说明。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才外流啊，是高出低进，就是说我们高阶的人才一直都外流，然后进来的人才反而是低阶，高出低进，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第二个，对外籍技术人才吸引力部分呢，我们的薪资水准比较低，所以确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才的吸引的部分，我们是比人家差一点。那你没有做检讨吗？我想这个部分是国发会在做检讨，那我们是希望是说我们用侨生这一块来补这一块的不足。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侨生政策是用侨生来补这一块的不足，因为侨生是我们自己训练的人才。好，那委员长，您在政策的白皮书里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侨生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因应我国少子化和充实我国优秀人才。那对于侨生留在台湾工作，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效益，你们是否有做一个分析？这个部分我们有跟工业局那边谈过，就是说对基层人力的欠缺。那第二个部分是跟教育部谈过，就是说他对于技职学校以及我们大专院校目前所因为少子化所发生的生源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整个产业人力是大家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希望是能够在这部分进一下这个力量。那刚刚这两个问题当中，就是你们有没有做一个分析报告？这个分析报告应该是在国发会他们做分析报告，那我们是跟他们谈论以后，那真得到这个结论。那整个人口政策它的分析报告是在国发会在做，那我希望委员长这边可不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料给我？好，我们去跟国发会要这一部分的那个分析资料。好，感谢委员长。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说政策白皮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运用人才的部分，要结合台商力量来培育侨生成为中间干部，以及结合留台校友的力量来增进我国与东协经贸友好的关系。那这部分就是我想请教委员长的，就是你们具体会怎么样来推动这样子的目标？现在目前在东南亚地区的那个台商啊，有很多他们都自己设立的奖学金。那在马来西亚，他留台联总那边，他们也设立奖学金，鼓励人家鼓励他们的学生到台湾来就学。那这些学生回去了以后呢，他的就业状况都非常好，要么就是到台商的企业，那要么就进入马来西亚他们华商的企业。所以这个整个等到他们全部进入企业以后，尤其像马来西亚，他进入到华商的企业以后，他慢慢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像马来西亚的留台同学就一个非常大的势力，他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们的那个国会的选举啊，还有国会的那个议员，甚至影响他部长。那这样的一个有这个 lobby 的实力的话，他自然而然对我们台湾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好，那。委员长，我想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执行这样子强化揽才、育才、留才和用才政策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点？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困难点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希望说在技职侨生啊、留台这一块能够开放，因为第一阶段的评点配额的时候，只有对正式的侨生，也就是大学毕业的侨生
开放这个门槛。但是后来我们在去年我们提出来说，希望在技职侨生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在高职的建教班或者是说海青班这一部分的学生呢，也可以留在台湾，因为这些是真正学过技术的，哦，他们领有这个平等证照的，他们希望可以留在台湾。可是这个案子因为劳动部在公告的时候，他跟那个外籍白领绑在一起，所以变成我们侨生这一块也被耽误了。本来我们预期是去年十二月底就通过了，可是现在因为跟外籍白领这个部分绑在一起，到现在为止，这个部分的开放的措施还没有公告，还没有公告，还没有公告。好，那感谢委员长您刚刚对于我的问题做的说明。那我想就是请委员长这边就我刚刚所提出来的问题，请把详细的资料全部准备给我。是，谢谢委员对侨生政策的一个关心。感谢委员长，谢谢。谢谢。我们下一位质询的委员王定宇王委员，请。等一下，等一下。王委员好。在政府交接前的这最后五十多天，是。如果要求你对未来做什么样的承诺，哈，那个会变吹牛比赛，没有意义。是。但我们现在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是。所以，委员，我们以前也许没有共识过，也。并不熟识，但我期待在最后这个阶段，你可以帮侨委会留下一些好的记录，或者留下一些好的事情，可以让接续者可以把事情做好来。我第一个要请教你的是，贵委员会有一位人员叫郭大文，你知道他现在编制在哪里？在波士顿侨教中心的主任。郭大文现在是波士顿的侨教中心，是我们编制内的人员。是。那你知道2015年7月11号？马英九总统到波士顿访问 Chinatown 的时候，有发生一个抗议事件，这个事情你晓得吗？有，就在那个牌楼底下。对着抗议事件，我们侨委会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压制，还是有特定的立场？我们去疏解。疏解。对。怎么疏解？需要能够跟他沟通疏解。怎么沟通？怎么疏解？当然是透过我们的驻外的侨务人员去跟他们继续的沟通。你知道我们常在侨外的活动哈？不管 Boston、Chicago 或者 Ann Arbor 那边，是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曾经发生过收集名单、收集相片的事情。国防部最近捅出的纰漏，你晓得吗？知道。今天记者不多啊。是。郭大文这事情，在7月11号，台侨去进行和平抗议。嗯哼。你们侨教中心发动老侨，还有荣民中心的侨界，你说他们自发性的，我也尊重。然后呢？侨教中心主任郭大文去向抗议的人照相、收集资料，还被当地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的一个教授去询问说：“你在干什么？你们有授权你们侨教中心主任去做这样的事情吗？”我想，我们办任何的侨界的活动，哦，那侨教中心抗议活动不是你们办的了。不是，我是说在侨界有任何活动，他们不是你们有授权喂。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授权你们驻外的人员对我们的侨胞拍照、收集资料吗？我想这不必授权，因为他们有侨界发生任何事情，他们要做工作报告，工作报告是他附上照片，哦，所以你们这是你们的工作，就是把名单整理起来，告诉你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你们的工作。我们并没有，我们这一次那个你刚刚提的这个事情，我从头到尾没看到郭主任报这个报告，所以他拍照干嘛？他我想他只是在现场看着脸书。个人的记录、人生的经历，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这个报告。他拍照相片，他在拍别人被人家拍下来的相片，我都有。对，但是我们没有。我等一下跟你闹苦啊！我现在意思是说，有些事情以前你们这样干，不代表现在可以这样做。今天我们是服务所有的侨胞，政治立场不同都尊重，老侨我尊重，农民中心我尊重，台侨立场我尊重，逾越法律那个地方是美国，美国警察可以处理啊。对。我想我跟委员报告，第一个我们没有要求他这个拍照，第二个他拍照我也不知道，第三个 okay,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报告。那你讲，我相信你没有要求。那这个人做了这样事情，你要不要处分他？还是不要要求他最起码做个报告？他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我想他那边那天那么多人在现场，是几千人、上万人在现场，那么多人大家互相拍照。我说拿这个理由我去处分他，我觉得委员长，他今天假如他写的报告，或是说对用这个报告做的不对的话，他写报告你也不会给我看呐，啊。
写的报告拿在这边的话，我想事情都大条了。我现在跟你讲，在两个不同意见的群众抗议现场，我们国家的公务员保持中立，最多如果你是随护警卫的话，维护元首安全，我都可以尊重。进行情资收证不是你们的工作，连国家安全去做这个事情都要躲躲藏藏，坚持称没有，你们还公开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要求你，他做了什么事情，请他提一个报告，在这个会期内送到我们委员会来。他那天在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对台桥拍照？为什么要去询问对方的个资？我想啊，可能委员真的对郭主任有所的，郭主任是一个非常，我不是针对个人嘛，我在跟你谈事情。对，他是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杰出好人，跟这事情有什么关系？我在跟你谈事情。对，他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报告写好，我可以看嘛。对，也许冤枉他啦，但是他如果去讯问任何个人的个资，不管这个人属性是蓝是绿是红，都不可以啊，这不是你们该做的事情。你说要掌握状况。掌握情资，这不是你们的事情，所以请郭大文主任他在那一天的现场担任做什么样工作，做什么事情，提一份报告送到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可不可以？好，这个提供报告我们绝对可以，可是我对他我就有信心，他绝对不是做你对下面那一排都要有信心，要不然你怎么当委员长？我不是在问你这个事情嘛，是，我是告诉你说有些人可以做，有些人不能做。好，我想好不好？我会请他写一个好第二个报告，你们的。这个对外补助哈，是跟对内补助金额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念一些金额哈，105年度的话，你们对外的奖补助款捐助的部分是1,791,400元，是这个是对外嘛？是对内的话是4,311万元，没错嘛哈？那。对学生的奖补助就是侨生的奖补助是1,289,100元，其他的补助及捐款是6,570,100元，如这个附表，这个是根据你们资料，这大概不会有错了哈。那这预算去年通过了，我也没意见，没有意见哈。是，本席比较好奇的部分在哪里呢？我那边有一叠资料哈，这个你们对国内的补助，在你们的预算比例是小的。就是奖补助一些侨生来台湾读大学，本席是鼓励的，我鼓励你们让全世界优秀的台侨子弟回台湾读书，我都赞成这个预算多一点，我都没关系。然后呢，来我给你一个示范看一下哈，密密麻麻一大叠，我刚才放在桌上忘记拿过来。你们对国内的奖补助的公布哈，细目细到一个个人哦，石某某。就读某某大学的补助款多少钱？非常仔细，明细非常清楚。这个4,000多万的对内补助，你们的明细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对国外的补助没有。对，没有。你们长久的理论是什么呢？不行，我们公布之后呢，会造成中国加码，会造成我们侨社的不合恶性的斗争。我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法律的概念。我们的不管是资讯公开法第7条第1项第9款，支付或接受的补助应属公开之政府资讯。我刚才听到侨委会一个理论是什么？因为怕斗争，我们在台外不要挂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会怕斗争不挂出来吗？因为怕斗争，因为怕我们的侨界。这个从来不是我们的立场。不，因为你刚刚你在。这个答询的时候有讲这一段话吗？我们不会说我们不挂国旗，跟他为什么？怎么？因为怕侨界的斗争，对国旗这个部分，我们不要特别坚持，因为挂旗哈会有讨论，会有争吵。没有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民间可以这样讲啊，国家不能这样讲。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我想这个老侨委员，老侨不认同一个，他去认同五星旗，请便，因为他是外国的公民了。我现在跟你讲的奖补助款也是一样。我因为怕公布数字，中国会加码，那我告诉你，我们就编零就好了，我们都不要公布，他不知道，我们都可以保持住，这个不能形成道理。中国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公布，他对外的预算减少，也不应该作为你们公布政府资讯的参考，除非这是国家机密，我们列作秘密资讯。如果他不是国家机密，不是秘密资讯的话，你对外的奖补助款这几亿元有什么道理不公布？你对内。对内的侨生公布到个人，
你看我随便找一笔啊，这随便找一笔，它里面对就读什么新生医护管理专校某个人，你们公布到个人，我们对外的侨社社团，你们都不公布。不，我想这个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最近几年来，我们每年我们都把我们这个奖补助的清单送给委员来过目。不，我讲的不是，但是我是觉得啊，真的委员你要再思考一下，这不只是说只有对岸的一个资讯，其实也牵涉到我们侨团之间的平衡，是谁来申请这些？我讲公布了以后的后遗症啊。我觉得非常大，公布的後遺症很簡單嘛，所以我们认为是说，我们送到外交局国安委员让大家看，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隐瞒。我再给你讲一个国家的正常化，当你公布，你当然会有后遗症啊！哎呀，某社团为什么是200万，某社团是200块，你会有困难啊，但是你会有专业的评估，那个就值200块，这只补助200万。为什么某一个马朱里或者某一个 festival 你补助这个价钱，某一个你就补助那个金额？当你公开出奇，好像会人情世故上竞争上的困难，可是你是代表，主席抱歉，好，我还有2分钟嘛，哈。当你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时候，你利用这样的公布，你可以让接受补助的社团知道我要导引你往哪个良善的方向走，我可以这样依法来补助。你这个理论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在国内内政部的奖补助款，我们各县市政府、县社会局或者这个民政局的补助款，都不用公布，因为公布不好意思啊，公布会有竞争啊，社团之间会失和啊。侨社是我们要努力争取的，可是不能因为努力争取之后，我们有一块变黑箱盖在那里。我们那块全部呢提送到那个我们委员会来看了，我们绝对不是黑箱。委员，你绝对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资料。你提到委员，我们委员会可以帮你公布到网上吗？我想这个部分不宜啊，不宜，真的不宜嘛。宜我所以在跟你讨论一个概念嘛。当你对社团的奖补助，你可以把它分两块，属于你认为不宜机密的，你就机密给它保护起来。应该公开的，那难道我们要去修法？修改我刚才讲的政府资讯公开法第7条，修掉所有领领补助的。因为城市委员长认为不宜修掉，法律写在那里哦，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公布？不，我们上次我想在上一届的委员会，每一届都在讨论这个嘛。不，我们有在这边做报告，那委员会接受我们的看法，那也这样形成一个做法。那我想上一届这届委员会上一届的旧民意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只告诉你，如果你认为你的奖补助有涉涉机密的部分，我可以尊重涉外有一些机密不应该公布。对一般社团的公布，你把它公布出来，除了可以让这些社团知道哦，原来这样子可以补助多一点，让补助少一点以外，你有个施政的方向以外，会让你们的奖补助成为一个国家公器的运用，而不是个人关系好坏的补助，本来就该如此。如果你要说服委员会说没有这个盖起来比较好，你的理由还不充分，也还不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要求。不可以把涉外对外这些台侨乡亲社团的补助变成我们没办法公布在网上的黑箱，除非把政府资讯公开法修掉，否则你没办法说服本席。你们去思考。好，我希望如果你在你的最后任期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如果可以定下一个规矩，把你的奖补助分成可公布跟不可公布的，也许你会成为史上最好的委员长。我们来试试思考一下。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罗智正罗委员。主席，麻烦请陈委员长，委员长，备席。罗委员好，委员长早。我们常讲一句话哈，叫民政才言顺，对不对？是。所以名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帮我翻译几个名词好吧？British Virgin Islands 怎么翻？英属维京群岛。没错，英属维京群岛，对不对？对。French Guiana。法属圭亚那没错吧？对，这个怎么翻？
这个是不是美属萨摩亚 ？American 对 ，Samoa 对不对？美属萨摩亚，美属萨摩亚对不对 ？Chinese Taipei 怎么分？中华台北。你电脑自动翻译机啊，叫中华台北啊。如果照这个逻辑来推，这叫什么？中属台北。当然了，我们自己叫做中华台北，可是你都懂得其以上其他名词，当它出现所有格等等的时候，你自动把它翻成英属、法属、美属。那为什么跳到 Chinese Taipei 变成中属台北？这当然不是侨委会的问题了，我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当一个名词在国际社会上使用的时候，给国际社会的这个印象或给这社会的解读是什么东西？我们在海外的工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海外的留学生，对不对？对，是。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哪一个是台湾的？中国同学会还是台湾同学会？现在我所了解，大部分的在美国的大学都改成台湾同学会。台湾同学会嘛，对不对？因为什么？中国同学会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很容易造成误解。对。跟谁误解？跟对岸。跟对岸的嘛，那你知道？对岸所有的留学生在国外的校园里面都用什么同学会？对岸的同学用什么名称？用什么名称？他应该也是用中国同学会，就是用中国同学会嘛。对，所以不要搞混。对，对不对？连我们的年轻朋友在海外都知道名称是很重要的。对，不要引起认同也好，或外国人的误解，对不对？好，委员长，我请问一下 ，OCAC 长久来这名称都没有变，对不对？叫侨务委员会。对，最早叫什么？Overseas Chinese 对 Affairs Council 不 Commission Commission 好 Commission 最早是 Commission 最早叫 Commission 吗？还不叫 Council 对好 Commission 好。民进党时期因为担心这个所谓 Chinese 会引起误解，所以改了名词叫做什么 Compatriot 没错吧？对，也叫 OCAC 对不对 ？Overseas Chinese Compatriot Affairs Commission 对，怎么翻会比较好 ？Overseas Compatriot 翻成中文怎么翻？海外的同胞事务的委员会，没错吧？对。告诉我你们现在怎么？你们现在的英文名称叫什么？我现在是就是第三个。就 Office Community 对。Affairs Commission Commission 还是 Council 到底叫什么 ？Council Council 对。Council, 对。我把这个名词给我在东吴大学教书的外国学生看，没有一个人搞清楚什么叫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翻成中文给我听一下吧。如果直翻。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我跟委员报告，这个名称是上一届的外交局国防委员。我知道，但是当时侨委会的立场是什么？接受，还是不得不接受，还是觉得这个名词没有关系？因为当时这个委员会这边是强力要求说一定要接受这个名称，所以我所知道，那当时是吴前委员长的时候，他原来是恢复到原来的名称，但是因为有很大的反弹，就改了以后，这个是两党当时接受的一个共同名称。我只想了解一下 ，Overseas Community， 如果直翻你会怎么翻？应该是海外社区，海外社区，海外社区事务对委员会嘛？这是一个 NGO 吗？对。不是，因为我想这个部分是用它的意义啦，因为这个整工作的意义，我们确实在做海外社区的工作。可是任何外国人或任何在地的人，如果不是我们的，包括连我们侨界搞不好看到这名片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啊。我当然同意，这是上届的委员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对不对？可是我们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名词的误导或误用，会不会让我们侨务工作出现一些困难？但你会说，我们主要服务侨胞，他们都懂我们是什么，可是外国人是不太懂的哦。好，这个只是一个名词的部分了。未来我们会有相关的检讨，这也不是你们的错。我只是提醒大家，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侨务工作的资源是非常有限，刚才几位委员都提到了，所以钱要摆在刀口上。是，委员长，你同意吧？是。你说10亿不多了，可是也很多啊，人民的纳税钱。是。所以钱怎么花在刀口上，把它极致发挥它的效果，这很重要。我想请问一下，目前华侨跟老侨之间的问题，在资源分配上？或者说，我们讲传统老侨跟现在的台侨，你的资源分配上有没有一个重点？还是大家平均分配？啊，不是，重点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经费的分配都是因为办活动，以活动来做它这个。那问题啊，谁申请的啊？对不对？那当然是现在目前台侨社区活动非常的那个活动非常活跃。我问一下哈，所以一定是台侨在你们工作里面，台侨跟华侨的定义或老侨的定义是什么？新侨跟老侨的定义是什么？
有没有这个定义？我们并没有做着很严格的划分或是定义的，因为华侨这个字眼本身就不是一个华律字眼，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了解这样子的。那当然台侨部分大致上称的都是从台湾出去的这个侨胞，这个侨胞大概我们在目前有资料，包括留学生出去，还有台商出去，加起来大概有一百。那我请问一下委员长，八十几万到两百万。侨界的社团或者是一些回这个团体，同时拿两边的资源或补助的情况多不多？不太多，不太多嘛，不太多，不太多。是我们主动不给，还是他们也不来跟我们申请？不过他假如靠过去那边，我就不会给了。这是确定的，这是一个政策哦。我绝对不会去做那种事情。如果任何一个社团或侨界的团体，如果拿对方的资源或跟对方的官方举办活动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基本上就切断。基本上 我希望这个政策很明确。我们自己有一条红线。好，外交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档案整理或资料整理，就是中国大陆打压我外交国际空间的一个资料汇编。嗯哼，每季都会整理，每年有一个报告，但过去有上网，现在没有。侨委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在汇编汇整中共在侨界打压或者是干扰我侨务工作的一个资料的整理？我们内部综合规划处，我们有做这部分资料的收集，但是有没有整理？但是我们也有整理的那个列下来，但是我们没有做像这样整个公布那样，没有做这样的公布。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有，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啊。这个案例我们全部都有收集，对，都有收集。那我们可以要求未来在侨委会的专案报告或所谓的年度计划等等里面，年度报告里面，把这样子的一个综合当作一个附件给我们看，可以。就是未来有关中共在台国际社会打压我侨界工作的这个相关的事例，做一个整理。所以我想我们专案送给这个外交及国安委员会来参考。可以，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在侨界是如何进行我打压的嘛，对不对 ？OK， 好。另外，您刚才报告也提到，就是年轻一代的侨胞或年轻一代的这个侨胞的下一代，对台湾的认同或是对整个社侨界的认同在减少嘛？我们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他们有吸引力？我想加入侨界的活动，我们现在的做法蛮多的，那包括办活动请他们回来，或是在当地跟我们的侨社一起来办活动，或是说让他们回国来参访，或是参加我们研习会，这个我们几乎三个处都在办。那另外像我们现在最在美国地区最多就是我们的英语服务营，就是早年的这个美加营了。现在当然英语服务营每年都有四百多位那个大学生。可是委员长，你刚才提到你们名称叫 Overseas Community， 对不对？对。可是我上网去看一下你们英文版的委员会的网站，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 Overseas Chinese， 什么 Youth Workshop 啊等等一大堆的，都是用 Overseas Chinese 啊。所以你们吸收对象主要是谁？我这个部分我没有注意到，我想我来改一下。就说你们宣传都是 Overseas Chinese 为主啊？哦，这个里面包括华裔青年，他也可以参加，有一些是包括华裔青年的也可以参加。就只要是 Chinese origins， 对对对，都可以。这些对，但是有些华裔，但是不包括大陆裔哦。不包括大陆裔，不包括。所以你们很清楚，分得清楚。对，华裔的话，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接受的。好，接下来侨生跟侨商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未来台湾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在很多国家，它主要是来自于侨生跟侨商的部分。对。侨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侨生有没有一个目标？因为台湾现在少子化的影响，所以未来很多学校都面临招生的困难。对，我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在今年度或未来几年，我们在吸引侨生的部分有一个具体的数目？有，我们现在本来是我们以一年13%的成长，那我们希望说今年是能够达到15000人。区域来源呢？区域来源是在以东南亚为主，那么包括印尼、缅甸、泰国、越南，还有这个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这几个是我们主要地区。那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外籍生算不算我们的侨生吸引的目标里面，还是分开的？因为有一些他按照个人的因素，他会选择外籍生的身份进来，但是到了国内的，我们都是一样的照顾他们了。OK， 对，有一些像马来西亚，他有一些他就选用外籍生，因为他有一些奖学金的问题，他选用外籍生。OK， 因为刚才陈廷委员还有王定远都非常关心，就是说你一定要目标管理。是，换句话说，你设定一个目标之后，到年底或下年度，我们才能检验说到底你的这个成效有多少嘛？是。侨商的部分呢？因为这几年来，你刚才提到中国用"一带一路"的方式，然后吸引侨商、侨资等等，然后回到他们国家的建设嘛。我们有没有目标，就是要我们在吸引侨商方面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效？
我想我们现在在东南亚的，它一带一路主要是影响东南亚这一块的。那东南亚台商，我们现在将近有，就是按照亚洲台商会的一个统计，将近有两万多家。那两万多家里面，我们第一个工作当然是要先巩固住我们自己，不要被它吸引去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也跟那个经济部的那个吸引外资跟人才的那个部门那个办公专案办公室，我们也跟他一起到海外去哈，也是在过去三年有没有大的？是如我们侨委会可以感到很骄傲，说因为透过你们的协助，透过你们的帮忙，然后吸引我们的侨资回台湾来投资的。有几个案子在谈，但是都还没有成功，还没有成功，还没有成功。那包括我们在澳洲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Nature's Care 的那个老板，他想回来，还有包括那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拖？土地的取得，土地的取得。那这部分有没有跟相关国发会啦，或者说我们有跟他们在谈等等？有跟他们在谈，最主要他那个包括那个他要的地又要改变定位，又要什么，他相当长的一块程序。当然这个部分呢，我们那个招商小组那边也在协助解决。那另外一个是南非，他需要说在台湾把那个一些蔬果能够运销到那个中东去。那这个案子我们也在谈，其实这两个案子都非常大的案子，过去几年还没有成功。过去几年我们对中国大陆依赖越来越深，所以我们真的蛮期待，就是这侨委会在未来吸引侨资、侨商跟台湾的互动上能够加强，我们会全力以赴。那同样，我们希望你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一年内有多少亿或多少项目能够谈成合作，这样才能够检验你们的绩效，对不对？是我们最近，所以这点我们希望侨委会未来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出来。我们最近就有一个台商从印尼回来这边投资的。OK， 好，谢谢文章，谢谢主席。好，下一位我们请刘世芳委员，林长佐，林委员，抱歉。请林委员咨询。请委员长。好，委员长备询。林委员好。委员长还有侨教处，在这边先跟你们感谢，在过去大概将近有十年了啦。闪灵乐团在全世界表演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歌迷主要是当地的居民啦，例如说在美国可能是美国的白人啦、墨西哥人为主啊，日本常常是日本人为主，但是还是感谢侨教处，还是这个帮我们对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留学生啊等等这个宣传传播这个讯息宣传。所以我想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台湾人在海外的这个实力的延伸，是这个，我想这个侨委会在这个业务上面的这个目的上面，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所以再次跟侨委会这边谢谢表达一个质疑，这样谢谢委员。那我想，因为我有阅读整份这个过去的这个施政报告提出来这一份，那我想里面很清楚的最大的看起来的问题啦，面对的困难呢，大概第一个就钱不够嘛。钱很拮据啦，尤其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上面，相对这个更是困难嘛。所以整份看起来其实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啊，侨委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想刚刚前面几位委员也有提到钱花在刀口上的问题，那我还是不得不为这2300万人来问，就是说，所以我们是要去服务的这些人，到底定义上面，刚刚罗志政委员也有问到。那我在网络上面查了很多次，包括委员长有提到的说，我们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在海外有4000多万侨民。那像这样子的说法，让我会有一点点疑虑，就是所以我们2000万人的纳税钱要服务4000万人，当然会不够。就是这个可能在全世界的国家也很少有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服务的海外的人口。所谓的侨民是比本国大概是2倍的人，这会不会我讲的不是服务的人口，我讲的是那4000多万其实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人力，利用他的这个实力，其实来回来帮忙台湾。所以定义上面呢、我觉得在这里会有一点点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也听到很多，就是出去的时候这些侨胞告诉我的一些状况，刚刚几位委员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华侨。这个有目的性的，或者说他很厉害，
的在两边游走，有的时候这个活动跟你申请，有的时候那个活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侨务办公室申请，然后加上他自己又是美国人，所以世界上很少有像我们在台湾只有台湾的福利啊，我们办活动大概就只能申请台湾的补助啊，但是在世界上有某一群人，而且他特别精心于这一种游走的，他有的时候申请本国的，例如美国的，有的时候申请台湾的侨委会的，啊，下一次就来申请，例如说我们一年不能给他太多次钱嘛，有的会这样啊，哎，我今天给你好你一次啊，没关系，他第二次就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务办公室，啊，一群人，有心人士，他同时享有三个国家的纳税钱，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奇怪？对，我跟委员报告啊，我们侨务工作很大的一部分，我们是在交朋友，但是我们绝对不当冤大头。我知道，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像那种状况，就是当冤大头的状况，我绝对不会干。所以就是说，像这个东西的定义要很清楚，就是说到底华侨是谁？那我想这个部分哈，因为在几次的这个我看到活动举办都提到这个4000多万的这个，我今天为什么会提出来？我想也给委员长是不是有个机会再讲一下你的4000多万的定义？我知道它不是个法律名词啦，但是毕竟纳税的钱怎么花，这是个法律的过程。我想对我们这个四千多万的人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啊，我刚刚讲这4000多万人绝大部分是在东南亚的地区啦，那这4000多万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侨生政策的主要的生源的所在。我今天台湾缺人的时候，我要从他们这里面去找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回来台湾就学就读或是就业，那来补足我们台湾的人力，其实它是我们最大的人力资源。我想这个利益良善啊，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尤其我们现在自己少子化的状况，如果能够从国外去争取优秀的人才来台湾，但是把它当成侨，或是这个定义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对，我们在这边通称是华裔的，华裔。我知道，所以就是说，所以在这边就会，我觉得这个很危险。例如说，通称为华裔，就会造成你施政报告上面讲的，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务的重叠，然后跟变成对立。刚刚讲说，第一位委员讲的就是，陈亭妃委员在问的时候，您所回答就是马总统说的两岸的空前良好，在侨务上面工作并没有这么顺利。那我想问，那如果照这样子华裔的概念，一个笼统的概念，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服务重叠的人或争取重叠的人，那是不是代表我们跟蒙古国也在争取同样的蒙古裔的呢？蒙古裔算不算华裔？我只这样问你。我们在目前为止，我们对蒙古那边并没有接触。那其实啊，不是蒙古那边，我说在外面的海外的蒙古人很少很少，所以他们不算华裔。我印象里面好像是。那藏人呢？海外的藏人算不算华裔？这个部分好像他们都没有跟我们接触。那海外的金族的人呢？金族就所谓的越南族，在中国里面的这一个族叫金族，他们在海外也有几十万人哦。我这个部分我很抱歉，我这个才疏学浅，我没有接触过这部分。那或是我没有接触过这部分的海外的维吾尔族呢？我们有没有跟哈萨克在争取海外的维吾尔族的人的侨社？这部分我们也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只剩汉人嘛。讲到最后就是海外的汉人，那这个就非常的种族主义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侨社对象就是华裔。但是什么叫华裔不太清楚，结果我现在一问就剩汉人，对不对？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我必须说，这中间也有点吊诡的地方。譬如说你刚刚举的那几个族裔里面，假如他哪有中华民国的护照的话，那当然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对，所以这就是我就说这整件事情为什么钱变成跟人家重叠。我们如果要落实本来侨委会的目的的话，就会变成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抢。如果抢不赢的时候，事实上按照这样的例子的话，变成要去跟蒙古国抢，因为反正还没人跟他们抢，所以干脆跟他们抢人好了。因为他也算是广义的如果的这种华裔的嘛。我想我们在整个这个我们这个侨务的施政推动里面啊，我们自己要拿捏自己的，我知道是哪一个部分是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因为政府是依法行政，结果华裔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这就是我刚刚讲说，这是我觉得最后钱都会浪费在跟人家争取重叠的人的地方。我现在在讲，就是说，如果华裔是一个笼统的血统的名词，变成是汉族的概念的话，那又更危险。那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的纳税钱为什么要去服务海外的汉人？那更广义的来讲，
我按照这个原住民原民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原住民的定义，南岛语系民族是指分布在东南亚、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上面以及印度洋中太平洋岛屿的族群。这广阔海岛、海域与岛屿，东到南美洲西方的复活岛，西到非洲的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北起台湾，南到纽西兰，包括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总人口有2亿，也就是这些也是我们的侨胞了。应该是按照用血统论的话，我们在台湾的血统的话，这个比4000万人还多，这有2亿人，是不是变成我们的人才库更大？我们应该要争取2亿人啊，这些跟我们的原住民族一样的这一群人啊。不，我在想哈，我这个地方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服务这些人的话，我们的重点是能够把它回归了，他的力量能够化为我所用。我都了解，就是我刚刚讲化侨力为国力的重点，这一点就是这些人我拉住他当朋友，但他可以帮忙我的，帮忙台湾。其实委员长，你讲的这些部分，其实我也支持也认同。就是只是说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如果把用一个不是法律名词的方式来定义我们的法律上面的纳税钱要怎么用，就容易掉到很多的陷阱。例如一下子要跟中国抢人，一下子要可能变成，如果利益良善的话，变成要跟蒙古国抢人，甚至于我们有的原住民，我们的原住民同胞可以出来说，为什么你就可以服务4000万的汉人？那我们2亿的原住民族的同胞呢？我们要不要争取那边？我也认识菲律宾非常优秀的这个人才啊，认识印尼非常优秀人才，认识马达加斯加非常优秀人才。我们的侨委会为什么不把钱去马达加斯加争取那边的公民来我们这边留学呢？或是来当我们的侨生呢？正是因为我们的侨胞是一个完全不是法律的名词，导致我们要依法来服务的纳税钱变成服务在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整天变得要跟中国对立。我不希望要跟中国对立，我也不想要跟菲律宾抢人，也不想要跟蒙古抢人。所以我在这边最后，我其实是在帮委员长一个忙啦，就是我觉得让大家的工作更清楚，要不然有时候你要宣传不知道对谁宣传。所以最后我想也这个延续刚刚罗委员讲的，我希望可以提一个报告，就是建议怎么样的定义可以更清楚，让我们的侨胞变一个法律名词，那让台湾人的纳税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想办法去跟别人争同一群人的这个人才资源啦。谢谢，感谢，谢谢委员的指教。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劳烦请委员长。谢谢。委员长备询。是。刘委员好。你好。委员长，您在这个位置上服务多久了？2年8个月。两年多哈。侨委会的定位啊，其实不管是跟外交部或是跟其他的单位，都有一些模糊的空间呐、啊，哈。所以我看很多委员呐、啊，其实都是站在要帮忙侨委会怎么样把我们的功能发挥最好的地步上哈。所以里面会有一些检讨，那有一些期许的哈。那我第一个要检讨的部分就是说，在我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还有若干的决算里面，有提到侨委会从1999年度到104年度，他的出国报告里面怎么那么多都是限阅跟机密啊？那这个部分呢，在您的任内呢2年里面啊，我把它列出来了，2年里面限阅的比率高达84%啊，去年还有75%啊。请问一下，这个出国报告有神秘到这个地步要限阅，限谁阅？是，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人事单位也出来给我报告一下好吗？我们是怎么定位的？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报告全部送到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来，我们绝对没有说对委员有任何的隐瞒。这两年来，我们所有的报告，每一本报告全部都送到委员会来，这是第一点。但是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对不对？啊，新的国会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现在还没有。是，那我就是到去年年底前，我就是要直接问你，为什么在编列的时候你们就直接把它限阅掉？限谁阅？对。是怕中国看到吗？对，没有错啊，台湾的人都可以看到。不是，我在主要是说，因为你这个假如没有限阅，它是放在网络上，那放在网络上，我到
侨界我去看谁跟别人谈什么事情，这个我都写在报告里面，这个其实是不太妥当的。但是我想这个委员您这个指教，我们回去我们其实我们也检讨过了，未来我们的未来我们报告我们愿意全部都是公开，里面还有机密啊，对于机密的部分我们另外再写。可不可以跟我讲机密是属于哪些范围，哪一些范围的机密，你可以不用把人事实地物，但是哪一个方向，像譬如说是不是见到非常高的层级，然后因为他有两个不同的国籍的身份等等，这些怕被中国统战，所以你就自己把它自动列为机密，那变成我们出资的台湾人看不到啊，没有出资的中国人都知道是谁。哦，不是，我们主要是有一些侨社有纷争的纠纷的哈，或是他们对岸有一些那个告在动我们的那个脑筋的一些情思啊，像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了，但是我都写在报告里面，这些报告其实是对外是不宜的。委员长，那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检讨，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已经都改过来了。委员长，我们对外提到的也是一样，同样的部分就是说这里面呢，他报告他确实有提到同样一件事情哦，教育部他们自己呢。已经把这个出国报告都对外公开，在101年度到103年度，但是侨委会仍将把它列为是限阅。我知道他们、那个，我觉得你们未免是保守到太过分。不，他们教育部只参加那个活动，那个活动部分是 OK 的，但是我们事后我们还有另外参加很多侨社的去访问侨社到哪里去跟他们谈什么事情，那个是我们后半段，前半段那个是绝对没有问题。委员长，我知道，所以我们现在也做采取这个做法，就是说我知道您可以公布的，我们全部公布。我要跟你提到了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侨委会最大的困扰是在于跟中国的统战。如果我们跟中国的统战，我们其他的侨民的部分，我们都是跟他一起比赛钱用多少，一起比赛唱歌吃饭跳舞，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侨务工作做得很好、啊、我们已经不比这个了，是这样子吗？ 我可以我、这个、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请问您这次跟马英九总统出去，我们安排的侨宴是在哪里？在几个中美国，对不对？对，在美国嘛，还有在那个访问的高地板那也有。对，对不起，我们邦交国除外，对，邦交国除外，邦交国除外，在美国的地方是在哪里？在 Houston 跟洛杉矶，我们都是请侨领来参加，是不是？原则上我们尊重这个当地管处的一个建议。那都是我们出钱？是。那还有谁出钱？来参加的人自己要出钱吗？这个是总统请他们吃饭，这一次当然是。所以侨委会没有出钱，侨委会只是出个人。不，我们出钱。帮忙铺桌子，帮忙招待人，这样子。侨宴的钱我们要支付。是，我要跟委员长一个概念哦，是好久以来我们的侨务委员会啊都是在服务侨领，真正的侨民并没有服务到。在你的报告里面啊，你有提到说我们希望以后有一些新的侨民，就是比较年轻的侨民可以慢慢来接触，可是这么久以来我们比较高阶的官员出去的时候其实都是接洽侨领。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侨务委员，那么多，请问他的平均年龄是几岁？我们的侨务咨询委员他们平均年龄是几岁？侨务咨询委员年龄都比较高了，那侨务委员因为他要在服务侨社要有一个绩效嘛，所以他通常出来 我猜都不会低于40-50岁，都不会低了，不会低于，对，我应该不会低于。委员长，40岁跟50岁差很远呢，不会低于40-50岁，是不会低于50岁还是不会低于40岁？我平均是不是都偏高？是不是都偏高？我们现在大概是50，没有关系，您到时候再提供给我。 对，就是你的印象当中是偏高，是没有错，都50，所以我就在跟您提到有关侨务政策，我们对于侨领的定义我觉得需要做一下改变。第一个，我们当然是面对中国他们很多统战，包括他们的侨社办公室呢是隶属于国务院，那我们这些统战当中，如果你一直跟人家用对抗的方式，你刚提到了不愿意对抗，那我们就必须要转策啊。如果转策全球的侨务委员都要我们侨民都要我们去服务的话，全球的侨民有多少？有没有跟外交部重叠的地方？我们资源会不会错置？外交资源如果放下去的话，侨务资源要不要放下去？不需要嘛。还有另外一个老侨的部分，对我们来讲已经比较没有统战目的，甚至有人已经回归到中国大陆。您刚讲了，我觉得非常有骨气，不愿意把这些人列为是我们的侨领，或是侨务委员，或是侨务咨询委员。但是新侨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招收新侨？能不能找得到？那现在碰到的困难在哪里？我知道委员长相当辛苦哦，所以我想要请我们有4位，就是侨教处、侨民处、侨商处，还有侨生处的几位处长可以上来讲一下，你们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的政策是要找新侨，那重点在哪里？
困难在哪里？是不是可以来回应一下好吗？我先请这个我们侨民处的庄处长。好，四位一起上来好吗？顺便讲一下。主席委员，我是侨民处处长庄琼芝。那在于侨民处的工作，主要是在于侨社的一个布局，还有组织的一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再报告你的组织好吗？你只要报告我说现在你碰到的困难在哪里。新侨或者是说青年的这个下第二代的这个侨务人才的一个培育呢，我们大概目前的规划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说你现在碰到的困难在哪里？不是，我现在不是问你的施政报告。是，好，那我们那对不起，那我先请下一位好吗？乔教处，报告委员，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有一些困难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个 FASCA 的部分，就是等于就是你是华裔、台裔青年，其实都台湾出去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这些父母亲都是台裔的，那这些年轻人，我们现在把他张处长，刚我们在侨委会的报告里面有提到，侨教的部分其实就在于语文，好。就是我们教他正体字的中文，但是问题是我们教的这些教师，台湾现在那么多流浪教师，我们可不可以结跟教育部结合，让他可以用这样子，也是用巡回的方式去告诉他说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中文好、怎么学习的方向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我知道侨二代、侨三代他们有这样子的认同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加强这一块。不是亲在户户嘞，找一个可能是东南亚去的，搞不清楚我们正体的中文怎么写，这样教我觉得不太好。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实际上我们也都跟教育部在协调。那流浪教师这个区块啊，因为流浪教师要出去，你要给他诱因。我知道，那侨委会可不可以帮忙？我们当然可以、是不是你到时候给我一个报告好吗？现在我们这些教师是正宗从我们台湾的师范体系或是台湾的教育体系出来的，有哪一些人好吗 ？OK， 好，谢谢。那再来侨商处。这个侨商处跟委员报告哈，当然在侨商的领域里面哈，那个未来的侨领当然是在青商。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比较困难的，就是青商他们都在发展事业，不像一些别事业有成的老一辈的，可以很专注在侨社的活动上面。是，我们也都知道。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把它列为也是我们的侨领，可不可以？如果他在他的侨居地里面有很大的发展，他也许是三十几岁。是。我想你们都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地区非常多国家的侨二代，其实他们的成就都非常的高，他们对台湾也有认同，可是他们怎么都不会列到我们侨领里面，一定要老 COCO 的才行。这有好几位现在都已经是我们的侨务促进委员，我可以举例子，菲律宾的谢家珍，还有那个柬埔寨的那个黄之仪，这个才三十出头，都已经是我们的侨务促进委员。对，所以我想继续往方面发展好吗？对，好，那侨生处的部分。报告委员，就是有关这个年轻族群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年都会从这个美加英语系的地方吸引，就是邀请很多这个青年朋友回来当志工。那我们面临的困难，应该是说以侨委会的预算来讲，每年大概只能邀请。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锁定的是美加呢？英语系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的大部分这个参加这个青年活动了，这是比较可能是以早期就是以小时候就移到海外去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们是锁定美加，而不是锁定东南亚？因为我们跟教育部合作，他是要做偏乡的英语教学，所以这个部分是因为教育部有列定一个目标在那边。那东南亚地区呢？东南亚地区我们用观摩团的方式来办理。是，我想侨生的部分还是一样哦。第一个，我觉得锁定美加，当然你刚有提到说到我们的偏乡里面做英语教学，那这是可以有一，就是说有两个功能了哈。那如果是你完全以美加侨生为，美加一般以我们来讲，他们都是比较有钱哈，我们还要补助他这个机票钱，我是觉得这不对。但是相对而言呢、我要请教一下委员长，我们的侨务政策有没有可能变成是我们是以东南亚或者南亚国家为主的一个南向政策？对于我们来讲，经贸交流、文化交流，或者是我们的同理性，或者是我们的协同等等这些，难道你不认为说我们在东南亚这一块，台湾的侨民现在的数目是已经越来越高了吗？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加强？对，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这现在侨委会的工作对东南亚这一部分其实占了一半以上。这我是希望扩大成南亚，我们都占了一大半以上，我想绝对会遵照。那我也建议一下，不要只有请客吃饭跳舞。刚刚那个林长佐委员他的闪灵乐团
其实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那台湾有非常优秀的这些团体，包括五月天，包括说张惠妹女士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很宝贵的文化资产，不一定是只有传统的文化。如果能够多多扩展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体育交流的活动的话，我想吸引我们的侨生或者是在侨务政策上的发展会更蓬勃，好吗？这是我们的目标。是，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那现在请江启臣委员来发言。麻烦其主席邀请委员长。哎，委员长。江委员好。委员长好啊。你们今年1月是不是有公布侨生政策白皮书嘛？是，对不对？那请问一下，这里面最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要开始落实？我想我们把这个侨生工作的这个从揽才、育才、留才跟用才哈各方面做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梳，所以主要是针对人才嘛。对，那人才主要也是因应台湾的人口老化，还有少子化，对，对不对？然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嘛，哈，这个方向是对的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借助我觉得不光是侨生啦，应该是说怎么样对台湾的经济跟社会甚至国力的发展有帮助的，是都可以让他对台湾有所贡献，这是一个重点。那当然侨生是一个来源啊，那重点是说这些侨生，因为你既然是一个白皮书，代表你们有做很深入的研究跟调查。这白皮书是谁写的？是我们，是你们委托外面写的，还是你们自己内部写的？我们内部写的。你们内部写的？对。那你们内部有做很深入的调查跟研究吗？基本上因为我们还是凭你们长久以来的经验来写，我们自己有累积，当然那个也是一种调查跟研究了。我们自己累积了不少资讯，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比较客观、真实跟科学的分析哈。然后呢，能够真正来解决问题的白皮书，而不是一个拿来交代用的白皮书。因为国发会或许有请各单位来调查，或者用各单位的方法想办法在人才跟人口结构这个问题上面提供你们能够贡献的地方，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各单位拿到这个指令之后呢，就反正做一些报告来交代，做一些白皮书来交代，那最后都是没办法落实的。但是我必须讲，侨生或者外来生，他的确对于台湾在未来的竞争力还有人才结构的改变上面，它是可以扮演一定角色，但是看你怎么样用，看你怎么样去吸引它。所以我简单的请教一下，就是这一些来台的留学生，那当然你这边是以侨生为主的，我想请教一下，他凭什么留在台湾？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台湾凭什么来吸引他了？对，我们可以把这个门关掉吗？我想我们在这边台湾之所以能够留住这些学生，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台湾的自由民主的一个气氛。我想而且对于这个未来，他对于未来的一个期望，他认为在台湾经过台湾的训练，这是你们有调查过的吗？我想我们这个还是你们自己想的。没有，我们平常跟他们接触的这些年轻学生，我们常常跟他们讲的是实话吗？我想这个部分我这样讲好了。今天我到美国留学，我在美国待了六七年。是，我要决定留在美国工作的理由是什么？对不对？是。今天美国是一个人才大熔炉，我这个举这个国家啊，当然台湾不能跟美国来做相提并论。但是一个社会啊，它要吸引一个外来的人才来留在这个社会当中，它的吸引力是什么？它的软实力是什么？就是 soft power 是什么、所以我刚才想请教说，当然你去问他说啊，你为什么会想要，你想不想留在台湾来工作发展，或者台湾吸引你的理由是什么？这可以讲很多啦。其实最终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留在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喂饱我自己啊？对。还有一个，我如果到其他地方，是不是更好啊？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嘛，我不会因为说台湾的美食很好，所以我留在这里。
我觉得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我的配偶是在台湾，对，还有发展机会，所以因为你的亲属关系你留在这里，其他大部分都是很现实的考量啦，对，发展机会跟他的经济的，对不对？我的发展机会什么，今天如果说我去上海的机会比你台北好，我就去上海的，是，对不对？是，除非上海是一个现在比如说有非常恐怖啊，或者是极端的什么政权之类的，哦，我不去嘛。那你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地方，大家是在比较这个东西。对，所以委员长，你们这个东西必须很切实的，不能太一厢情愿。好的，哦，因为我看到你们写出来的有一些理由，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留学生来台湾留学，这不是我留在这里发展的理由。我今天留在这边发展，而且这些通常都是白领嘛，对不对？我今天来在台湾念大学、念研究所，我留下来我一定是白领啊。那我白领阶级，我全世界都可以去啊。我告诉你啊，新加坡是怎么样揽才的？新加坡我曾经在十年前就访问过他们的人力部的长官，啊，那时候民党政府曾经委托过我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一个主管告诉我，很简单，我们新加坡啊，新加坡的政府做什么事 ？We run the country, they run the company。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我知道啊，所以他就是把新加坡做，新加坡政府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让新加坡成为全世界人才的聚集处，所以你们都来设总部，所以我吸引的是 global talent， 就全世界的人才跟有专精、专业、有天赋的人，我全部都让他到新加坡来啊，所以我是在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上面去塑造，成为 incentive 跟诱因。让这些人可以来到台湾工作，哎，来到新加坡工作，留在这里工作，嗯，啊，甚至 raise 他们的 family 都是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其实乔生这只是一个，因为我们跟他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跟关系，可能是语言，可能是文化，可能是因为他跟华人血统的关系，嗯，我们叫他乔生，是，所以他因为这个连结，他选择到台湾来念书，可是这一些你如何在他念完书之后，他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这个 point 上面。我们不是说他，哎，要他回去说，哎，宣传我们台湾多好多好哈，哦。我想那个在现在这个环境来讲，那个变成是次要的。现在主要的是说，怎么样把优秀好的侨生，他能够留在台湾，替台湾社会创造更多的 GDP，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嘛？是的，对不对？对，这是我们要做的嘛。嗯，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分析出来说，我们的强项在哪里，弱项在哪里？你如何针对弱项的部分去补足，才能够吸引到这些人才？可是，在你的白皮书里面，当然我是没有看到了啊，哦，我没有看到那个白皮书啦。所以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些事情去一一的做很好的检讨，然后针对我们的弱项的部分，能够提出你能够给他的一个补足诱因，否则的话，他最后的考虑就是很简单：我拿到了台湾的学历，我拿到了台大的学历、台清教的学历，我最后我就是 job market 上面哪里给我比较好的 offer， 我去哪里啊？就这么简单嘛？是。我不用太多的思考啊，我也不用去思考我是不是华人的问题啊，我不用思考这个问题啊，甚至今天连台湾的学生在全世界念书，在台湾念书的学生，他最后找工作，他也是这样思考啊，对不对？我台大毕业，如果上海给我好的pay，我当然去上海啊，不是吗？如果那里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我当然去那里啊，这是一个地球村嘛。哦，所以我说乔生白皮书，这只是台湾在揽才上面的一个很小的视窗而已。是的，是的。哦，所以委员长，这个当然你大概在两个多月你就要交接了，哦，但是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政府他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整个台湾的一个人口问题了，哦，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提，之前啊，我就针对你们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就关心过关于说你们那个
评点配额，你还记得吗？评点配额，对。啊、哦，那时候、你也答应说从2000提到到2500啊，然后降低门槛，双岗规范这件事情有没有？后来有没有做？这个现在那个2500的配额，这个限额已经取消了，所以现在无限制。好，那降低门槛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跟那个劳动部跟国发会都已经取得共识，而且已经同意了。但是就是因为劳动部最后跟外籍白领这绑在一起，没办法做公布，所以那个部分现在是缺临门一脚。那其他的部分我们都做到。这个就是台湾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官方在处理这些部会跟部会之间的协调问题都这么困难的时候，人才不会留在台湾。你知道新加坡是怎么做的吗？是这个部分，他在国际揽才这一部分，他是一个 single window、欸、我知道一个单一窗口，你来申请你，比如说我在新加坡找到一个全球总部的工作，我的所有的身份，啊 ，visa 这些等等，我是一个单一窗口来处理、欸，我根本不用跨部位去处理，就是这个窗口进来，我就可以办好所有的东西，让我可以在台湾工作，让我可以在新加坡工作。我请问，我们有吗？我们现在在经济部，它是有一个招商揽才的一个专案小组，这也是这就是一个单一窗口。可是我们都一直讲，这个我已经听了很久了。对，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侨会自己去努力了。像这一次我们对于侨生政策的改变，其实都是我们侨会自己努力，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跟他们说明，跟他们沟通，这实在是太辛苦了。你难道没有请院长来协调？有，最后是政委员，政委员在干嘛？没有，最后是政委员协调过，最后是院长拍板定案。就是放宽这个，上次委员提的这个部分放宽，可是到现在最后院长还是卡在某一个部，对不对？对，那因为是那个立法院有反对啊，立法院有反对，是立法院有反对，对，他是说认为说外籍白领这个部分不要公布，那我们刚好跟外籍白领那个是绑在一起的，那我现在那为什么不能脱钩处理？对，我已经跟劳动部讲说，我们那个部分其实是你们可以先试行试办，对。我已经跟劳动部讲说，那个部分其实是没有争议的，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劳动部也愿意说把它做脱钩处理。当然、啊，在你离开这位之前，如果你能够把它推动是最好的。是、哦、好，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那你刚好提到说侨务两岸之间侨务没有休兵过哈、哦，这个我也同意哈、哦。那但是我只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岸的这一种在文化上面的攻势啊，我相信它是不会停的，连对岸都知道怎么样用软实力来吸引，对，来圈住这一些、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哦、那就更不用谈、哦、台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哦、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压力非常的大了、哦、我也可以体认、哦、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一种挖墙脚的攻势，甚至有时候是金钱攻势，在这一次总统大选之后，未来是否会加重它的火力？你觉得？我觉得他你不是常常都在跑海外吗？我觉得他不是说从这次大选，他最近两年来啊，他对于这个实质上的服务的攻势啊，已经非常强。我刚刚讲了八大会侨措施、一带一路这些工作，其实他已经慢慢扎根到这个侨社的基层，所以他的力度已经加大。所以这个力度一直在加大当中。但是你也提到你在推所谓的加盟。好，侨教中心的加盟，这个概念当然很好，用类似 Seven Eleven 的加盟方式、哦、去开国际上开你的侨教中心的加盟店。但是这个未来你握领之后还会继续推吗？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长久的盟友了，因为你今天才开始，你等于今年才开始做嘛，对不对？你今年才开始在做嘛，你刚刚说你已经去谈了23处，对，啊，谈好了 MOU 签了没？对，大部分签了 MOU 签了 ，MOU 签了就代表。要开始推动了，对，其实那 这一些加盟店我们给他什么样子的赞助？我们主要是赋予他协助推动侨务工作的一个、啊、他怎么做？那像譬如说我们还是说我们只是去摆摆文宣，如果只是摆摆文宣、哦、那就算了啦。没有，有一些有时候像譬如说我们要报名啊，可以透过他们，都可以透过他们，像我们这有一些那个观摩团学生，我还是觉得啊，落实是啊，落实绩效最重要。好的，好不好？好的，好。好，好，下一位，我们请蔡委员咨询。
主席好，还有我们所有的侨委会的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能不能邀请我们陈世奎陈委员长？委员长备询。蔡委员长，早安。委员长，首先我想请教你，关于这一次马英九出访我们的中南美洲，是我们的委员长 中美洲、中美洲委员长，我们侨委会有没有派员随行？ 我去啊。全部就你一位而已吗？那我还有一位科长跟着，就是我们的中南美科的科长。对，你们一位是哪一位？一个苏科长。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是侨教处，是不是？在侨民处。哦，侨民处哈，就是侨民处的科长跟您两位。对，全部只有这两位参加而已。OK， 好，这第一个。第二个，能不能请你说明一下哈？这一次马英九马总统出访中美洲，为什么需要我们委员长来随同？因为他这个主要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我们负责侨宴，那第二个是负责跟侨胞的侨团的联系。好，那这两部分是我们的工作。 OK， 那委员长，你说你负责侨宴跟侨团的联系嘛？哈，那我想说哈，他这一次出发的整个的行程里面有瓜地马拉、贝里斯嘛？对。好，然后另外就是回程跟去程都过境美国嘛？哈，美国的洛杉矶以及 Houston。那这四个点，你们有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这四个点，我们都有那个总统都有跟侨胞接触。好，那所以你要不要再说明清楚一点哦？在出发到洛杉矶嘛，对不对？出发到 Houston。哦 ，Houston 的部分，你们的接触活动是什么？因为它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有办理一个侨宴。我办一个侨宴，那这个侨宴的钱谁出的？侨宴钱是侨委会出的。好，侨委会出的。好，那到中美洲的瓜地马拉的时候嘞？瓜地马拉，因为他有停留两天，是，所以他有跟侨胞接触的机会蛮多的。那也有办理一个侨宴，一个侨宴，对，还是两场侨宴，一场，一场侨宴。那你另外的侨胞接触是指什么样的侨胞接触？就当地的侨社，我们的台商，我们的侨务荣誉职人员。好，所以那瓜地马拉的那一场侨宴预算谁出的？也是我们出的，也是你们出的。好，那另外到贝里斯的那一场嘞？贝里斯他早上也有约了，他是一个早餐，也约了一个我们一些当地的侨务荣誉职人员，我们的台商，所以就是一个早餐会就对了，对，是不是？早餐会。那早餐会的费用也是由，也是我们出，也是侨委会出的。好，那最后回程回到了洛杉矶的时候，对，那个行程是怎么样？那洛杉矶他大概应该是傍晚到，那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所以那个也是只有一个晚上时间可以跟侨界接触，所以他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是跟侨也是这样举办侨宴。对，好、就是、所以那这场侨宴的费用也是由侨会。好，所以侨会等于负担了四场的侨宴，然后一场两场三场，三场侨宴一场早餐会嘛， 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算出这个预算多少钱呢？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个钱大部分都是我们以往的惯例都是这样，等到他们全部弄完了以后，外交部结账以后再开一个分摊表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多少钱，所以是定的桌数啊，一桌多少钱啊，或是当地有什么开销了、啊，那些钱全部是由外交部他统一支付完了以后开一个分摊表给我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问了外交部，外交部说他到目前为止他也不知道他要花多少钱呢、欸。因为我们是。他们的账单，可是你们总有每一餐侨宴的上限吧？有没有？我们没有上限。我按照经验来讲的哈，经验来讲，大概就是七八万美金，这个加起来大概一场七八万美金，全部大概我们全部加起来七八万美金，一场平均两万块美金就对了，两万到三万差不多，两万到三万美金大概是九十万左右，对，九十几万，那大概办几桌啊？三十桌。三十桌左右就对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场侨宴大概就是三十桌。那侨民总共来多少位？就是三十桌的侨民。那你现在人是怎么扣的啊？人是怎么找的？人是由各个那个我们的当地的管处来邀请。就是你们的侨务委员去邀请的，还是怎么样？不是，是当地管处，譬如说我们休斯顿办事处或是洛杉矶办事处他们邀请的。所以洛杉矶，那他去哪里找侨民？不是不用透过你们啊？他们自己找就好了。我们当地，我们平常跟侨民都有接触 啊，所以是他透过你们的侨，就是你们的名单，然后去邀请他们来参加嘛，对不对？对。那你现在名单出来了没有？我这个现在在他们那边，我们还没有拿到。你们还没拿到？对，这个是在那个洛杉矶办事处啊。还有，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预算是由侨委会出的预算嘛， 对， 对不对？那所以邀请的侨院的名单，应该你们相当程度的你们会了解吧？大致上的我们是了解，对，我们大致上都了解。那你们名单 final 的名单，好，那你们的你们因为现在剩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要出访嘛。对，你们那个名单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啊？参与侨院的名单能不能公布？我不知道，因以往都没有公布过。对啊，所以我现在我们以往都是所以我现在、这个、以往都是所以我现在要请对，所以我现在请问一下委员长，如果本席在这边请您公布参与侨院的名单，能不能公布？我是不是提供你参考好不好？我提供委员参考，会后提供就对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拿到，等到我拿到好或者结束完以后，我提供委员参考。希望在参宴前我就先拿到名单，参宴前。我要问外交部看，所以那当然你要去问外交部啊。你们你可以跟外交部说，对、啊，这个钱是你们出的，怎么可能连来谁在吃饭？他们也有分担，他们也有分担。他们分担什么？你不是说侨宴费用你们出的，怎么又主要是我们出？但是有时候他们那个管员管券吃的那一部分，他们要负担我说要把那几桌扣掉就对了，是不是？他们要、哦、你们算得很清楚哦。好，这是一个哈。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委员长哈，我们侨委员会的侨务委员的任期是多久？三年。三年嘛哈。你觉得三年任期合不合理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太短，太短 不熟悉，太长也不好啊。问题是，我们现在一任总统的任期是几年？四年嘛，那这样不就很奇怪了？因为这个侨务委员的任期已经有行足几十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请我们侨委会哦？这个任期的部分，侨委会组织法是哪一位单位、哪个单位负责的？主事法是你们的中会规划处，还是我说就你们侨会里面这个部分是荣誉职的部分是归那个我们侨民处在负责。有没有考虑未来哈改成两年或四年啊？跟总统的任期一致啊，你卡后啊？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已经以前的任期都蛮，因为我们最近马总统去年聘了97个新的侨务委员嘛，对不对？任期到什么时候？2018年啊。是2013年，就是2018嘛。啊，如果新接的委员长或者是总统对这个名单不满意，可以把它换掉吗？刚刚嘛，拍线挖嘛，对吧？我想他一任结束了。对呀、啊，所以这就产生问题了嘛，对不对？就是说，新的总统如果对这个名单有问题的话，他必须要盖括承受前任总统所列的这样的一个侨务委员的名单嘛，吼。所以我这边建议我们的侨委员会啊。就你们的侨务委员组织法的遴选的办法里面啊，你们应该把它考虑改成两年一任，或者是四年一任，好、哦，两年或四年一任，以符合目前我们所有政府官员啊，几乎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任期，有任期制的部分哦。那我想说，就这个部分来讲，委员长你回去把它研究一下，应该没问题吧？好、哦，我们来检讨、哦、研究一下，这没问题哦，因为我刚才讲说，这个马英九在去年他不聘。等于就接近一年的时间是空窗嘛，可是他聘了之后，却有两年的时间是不同的总统。那未来如果是委员长你续任就算了，如果不是你续任委员长的话，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那最后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华侨会馆？是的，华侨会馆在哪里？在北投。北投嘛哈。是。谁在经营？现在是我们是 OT 出去了，就是已经外包了。好，我问你，华侨会馆是委外经营饭店还是什么东西？它是当时定义它是一个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嘛，也是一个侨胞回来住的一个招待所。好，那我现在问你哈，训练中心你们去年一整年使用状况，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太够，因为还不太够。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训练中心呢，我们有很多的量多的哈，但是进不去，因为它的房间数有限，所以变成说我们有一些活动没办法在那边办，就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一间不符合你们的需求喽？它的住宿空间还是不太足够。它几个房间啊？57个房间。57个房间哦。对。那礼堂呢？礼堂教室使用你觉得怎么样？礼堂因为它非常大，那个使用上可能还反而比较少用。啊，教室咧？教室他现在用的那个还蛮多的，教室还蛮多的。来，那个，这个是我们哪个单位负责的？秘书室。秘书室哈。秘书室。你们有看过这个去年有一个立法院关于你们这个华侨会馆营运的一个案子，你们晓得吗？有做过检讨，晓得吗？有。我看到这个内容啊，大礼堂使用率13%，
教室24%，住宿率58%，事实上都偏低啊。对，对啊，对，是偏低。所以你们觉得我们是要应该检讨，有办法改进吗？很难，因为这个去年就要求你们检讨，检讨了一年之后，因为现在经营是在那个委外经营，所以我们在跟那个委外经营那个承包商在你们有没有考虑干脆把它哈交给观光局或交给谁去把整个遗产移拨出去算了？因为我的意思就问说，委员长，您真的觉得华侨会馆对侨会来讲有一个存在的必要价值吗？它是一个以前当然是为了要招待归国华侨，给他住的一个地方，这是以前嘛，精神意义啊。对啦，可是现在还有需要这个意义吗？他回来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住啊，饭店啊。而且按照我记得观光发展条例现在新的规定，如果你提供不特定人住宿的话，一定都要纳入旅馆业嘛。你最近有没有纳入旅馆业啊？已经取得旅馆业的那个有取得旅馆业了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干脆就把它看是移拨给哪个单位去管理好了？你们侨委会就不要去管这个东西啊。那未来的话，你们所有相关的活动，你也不见得就是要在这里办啊，你到其他地方办也可以啊。否则你留这个资产，你又没办法好好的管理它，使用率又偏低，你就每年都被检讨。我们现在内部其实也内部自己其实也在讨论，也在检讨。对啊，所以我的检讨，转给其他单位或者资产活化或者怎么样方法都可以啊。你现在围给龙邦做，看起来效果也不是很好啊。他现在一年给你们说，你们给他租金多少钱？一年1700多万。一年一千七百多万。权利金，那就权利金，哎，还要不要再租金？没有了，这是全部1700多万嘛？1700多万，它面积多大？我们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那有一层楼现在还是我们的档案库，我们的档案库锁在那边。对，所以我们要把档案库迁走以后，假如说真的要给别的地方，或是要给别的单位的话，我们档案库一定要先找到。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国有财产局在谈这一块。啊，他的真的全部处理完了以后，我们不排除说是不是要交还国有财产局，或是。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确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国有财产局在帮我们找档案库的库房。那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对，差不多。这个我们在问国有财产局。你能不能一个月内给我们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进度报告？好的，可以吗？好不好？好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就你们来讲，你们事实上就像刚刚委员长讲的，把这个东西把它变成非你们必要使用，交给国有财产所做未来的活化使用，比你们现在继续留着它会更有它的意义跟效果。第二个，我认为华侨会馆本身过去它必须要代表的时代意义，在现在来讲，我觉得必须要做一个新的转型了哈。所以刚刚委员长你所讲的哈，希望你一个月内你们跟国有财产所，首先第一个档案库的位置有个初步的结果来告诉我，好，然后之后再你们第二个再列出你们未来的整个搬迁啊移拨的一个进度报告出来，好，谢谢。我们的构想。那我们请下一位委员咨询，邱志伟，邱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主席请陈委员长。委员长备询。侨民处庄处长，侨教处庄处长，侨商处林处长。侨商处。好，邱委员好。对，那个委员长是一个大方向了哈，就是说任何组织啊，包括政府的组织，它不是铁板一块。好，是它会随着与时代的变迁啊，时空条件的不同啊，可能会这个与时俱进，或者做组织的调整，或者再造，或者重整的哈。当然，这个侨委会啊，一年大概13-14亿的预算，如果没记错的话，13亿8000万。OK， 13-14亿预算，300多位同仁呐、啊，基本上在海外的工作。基本上都跟外交部是合署办公嘛，哈。当然、没有，我们有侨教中心是。对了，你们侨教中心，但是有一些你们侨委会驻外人员是跟外管是合署办公了。是的，哈。所以很多的业务大概跟外交部有高度的重叠了，哈。很多都是要跟外交部协力去完成，包括对这个这个台侨的服务啦，台商的服务啦，哈。我想都跟外交部有高度的相关跟重叠性。所以每次在组改的时候，或者在组织调整的时候，大家就思考这个大方向哈啊，一个13亿预算的一个侨委会，如果从这个它的组织的功能、工作效率的提升哈啊，服务品质的这个优化，有没有可能大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去思考、去评估啊，把侨委会
啊提升到外交部里面一个阶段。我跟一个单位。对，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是因为我们侨委会，我们本身有那个宪法赋予的工作方向，其实是应该是说侨一个中央组织要一级单位嘛，应该是说外交部的工作跟我们有一点重叠才对。因为外交部他应该是做政务的工作，应该是做外交的工作，侨民的工作其实是侨委会的工作。你愿不愿意去思考哈这个方向，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当然不是说现在了哈。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民众的反应啊，或者是侨界的反应，认为说如果在外交部体系啊来推动侨务工作，可能会来得更有效率、更有品质。如果这种民调显示是这样子的话，愿不愿意去做思考？我想我们要看那个被服务者的一个感受啦。我有100%的信心，你可以去问全球的台商，到底是在侨会服务这边的服务态度好，还是说他们愿意转到外交部做服务？我觉得这可以问台商啊。有各位委员常常在接触台商，你们可以做一些调查嘛？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如果有做过类似的调查吗？没有，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不便做这样的调查了。不，当然有必要啊！综合规划处也应该去做这方面。如果不同的单位体系之下，当然有不同的服务品质跟内容嘛。好、哦，也许预算不一样。如果侨委会并到这个外交部底下，搞不好你们预算会倍增，也不一定的、啊。好、哦，搞不好你这个工作起来啊，会更有效率，也不一定啊。哈、哦，我不代表说我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最起码是一个方向，好、哦，可以去研究，可以去思考。那我期待是不是综合规划处能够对未来侨委会的定位以及组织再造有没有类似的评估或者啊这个思考？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们从主改历次一直来都是这个问题都一直都存在着，我们会继续的做一些评估，告诉你这个方向。好，我了解，思考，谢谢委员给我们的指教。我期待说综合规划处针对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些研究了哈，或者做一些民意调查哈。做你们决策的依据啊！我另外请教这个关于对台商的服务，全球都有台商嘛？哈，都有台商的组织跟协会。对，这个部分是侨民处在侨商处，侨商处在这个推动哈。对，那目前呢，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所有的这个台商啊，在全球各地啊，为台湾在拼经济了哈。是啊，他们需要的协助，当然第一个。会想到这个外交部或者是侨委会嘛？他们应该第一个想到。我也想到，就是说侨委会啊，委员长以全球哈、啊，这个都去参加各地台商协会的，包括他的这个年会啦哈、啊，或者这个理监事会，我想你都有参与了哈、啊。是，对，对于去参与这些他们的这个反映的事项啊，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啊，可以提出来。比方说好的，你今天去参加中南美洲这些台商协会遇到问题，可能跟欧洲台商协会又不一样。对，好，我希望说你在你的报告里面，把你去参加他们所提出的各项问题，也许国会可以帮忙协助啊。好的，好，我希望，谢谢委员，因为我看你的业务报告，看太多次了，都大同小异嘛，哈，所以希望说能够把这些全球台商透过你们的脉络，透过你们的系统，把这意见收集起来，好，在国会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服务或做一些的协助嘛哈。另外，我们这个所谓侨领哈、啊，包括侨顾问啊、侨务资委员、侨务咨询委员哈、啊，这些的临聘，我就听说都是由外管报上来啊，你们只是形式上盖个章，是这样子吗？没有，我想这个当然报那个名单哈、啊，就是推荐名单是外管来的，但是我们也有国内。听说馆长有决定权呢、啊。他是推荐过来，但是我们国内哈，包括立法院哈，我们委员们也有推荐的人选，我们也会交到那边去，还有外界的推荐人选，我们都会交到当地的驻馆管处。不要有太多党派的色彩了。我当然知道。我觉得这个侨领就是他代表这个侨委会，代表政府在当地协助啊，是这个推动政务也好，或者协助这个政府施政也好，做一些台商的服务，或者做一些侨民的服务嘛。对，所以。基本上它的属性就应该是很中性的，对，好，不能有特定或者太浓厚的这个政党的色彩。我们一直强调说不要侨务不分男女，我听到很多哈，就是说啊，某侨领某某这个啊这个委员重啊、就是属于蓝的，属于绿的，会有这种色彩哈。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希望
这个在委员聆听的过程中能够更慎重了哈，更慎重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有一些问题，我想在私底下再跟这个几位委员，谢谢委员，还要到经济委员会要去质询哈。是，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黄伟哲委员质询。黄伟哲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质询。赖世宝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质询。陈欧珀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下一位郑运鹏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徐国勇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李燕秀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不在。陈雪生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林维洲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许淑华委员不在。好，以上是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今天除不在场之外的登记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日会议由委员李玉林、马文君、许志荣、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散会。